说什么东西啊，金星魔解释什么东西啊，这是我的新发明，省水省时间，还有省肥料，省肥料，对，还有我不记得去啊，比如说我委托个朋友帮我淋花了哈，他没有帮我淋我怎么办啊，好的洗掉了，但是用了我讲的方法不会洗的，为什么它里面有水分，你看过就知道的，那个是我的干妈来的，她看我种的花，哎呀你花种得这么美，我就告诉她我的花方法了，后来她学了都叫你，你看她哇、啊、你看你看哇又省水、欸、你说个好处，自从我、告诉你怎么用，你觉得有什么好处在里面，因为又省水又省肥料，又不会弄到地上肮肮脏脏，还有呢，还很好啊，花啊一直都有。如果有一天你去旅行啊，委托可能也是叫他们这样告报，结果他不记得了，他有水分的，不会有溶掉的，好几天都不用浇水都可以的。Very good, very good。所以你说那个方法好不好？还有，你今天滴什么的？那滴碗碟，碗碟来的啊？为什么碗碟啊？为什么那泥土啊？如果我放的泥土。如果我们淋花的时候呢，不需要淋准，这里别管它，淋田里它会吸收这间的水分。对了对了，还有你这个淋那种，如果看到那个很干呢，就淋多一点点。嗯、如果它啊、那个很多水分，你就淋一点点就够。嗯、没有那个很干呢，就淋多一点。嗯、所以平常浇多一点，辛苦怕水怕什么？辛苦怕什么？怕蚊子。怕蚊子，这样又没有蚊子。对了，所以自从我们用神水。我们怕对你说用了之后，我一天可以淋一次搞定了，一天淋四次了，呵呵，好恐怖啊！哎，干嘛？跟你我一天有时候两天淋一次都可以啊、嗯！哇，真的，你淋四点哦，它的水哦，它会这边泥土的，它吸收上去，它的根啊会吸收上来。小林，小林，小林，来来，它会一边说吸收上来的。你给他看，你给他看，你尽量凝结你，凝结你。林姐你林姐你迎过来迎过来给他们看豆豆，这个是给他们看豆豆，迎过来迎过来，今天迎过来啊，我种的再来你看豆豆，没有啊，是我干妈的改变的，因为他们不相信我们的方法，我们不可以勉强人家教我们的方法的，因为每个方法每个人觉得好用的我们就用，好像我现在告诉你们，可能你不相信的，但是你们当你们用得好的时候，你知道它的好处，所以他们不要 没所谓，有他们的习惯，我们知道它的好处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拉过来，拉过来，来。那天，苹果，哇，那个干妈长得多么美啊，多么漂亮啊，花哈！你看，你看，看，那个准备放了哈，就，来不及，来不及放那个。OK， 好好，迟一点点，全部放了哈。要改天买了再放下去。啊，对对对，全部放了。该来也是没有放下去。哇，以前没有放，你想想了哈。哦，那就干了，你看很干了，没有就很干了，你看它叶子，不一样嘞。对对对。叶子不会的。啊，全部它都会不会这样干干？所以你们有记得了哈。所以我们当我们淋花的时候呢，最重要，这个不需要淋，不需要。放这个旁边。对，淋水淋简单就够了。嗯。这个我来测试它，如果它很干的，就淋多一点点；如果觉得就没有水啊，很多水分的，我就淋一点点。很多水的啊，你就看这度来控制，所以这度不可以淋水，是方便我们测试那盆花又没有水，所以没有水肯定蚊子就没有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好多人对我说，你姐有什么担保？没有人有这个发明了，我就有那个发明嘛，所以他们很怀疑我的方法，但是我告诉他，如果有水了，我对你说，你会给你捉到我的有水。我立刻喝掉给你看，自己试试看，你就会知道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来看就会知道了。那我现在接下来给你了哈，下次有好的新发明，出来就告诉你们。Very good。
你们这